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怎么样？欢迎收看《创业世界》，今天我们要来惩罚了。对，上次我们有拍一个50块可以买什么吗？那时候我输了吗？对，那时你输了，所以你今天要来惩罚。然后我们有讲，那观众留言哪一个惩罚最多赞，我们就去做哪一个惩罚。结果最多赞的惩罚就是 PN 魔幻说的，打扮成女生进男厕所看男生的反应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个假发。我当然假发还不够，我们还准备多一个女装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去买女装，买一个适合小杨的女装。Go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来买女装了。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蛮便宜的女装，还29块9吧。有包包买 bra？ 啊？有 bra？ 没有 bra， 买了个 all in 给你塞啊。所以我们就选一套适合小杨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啊，这领子。600这件，哎，你要看这可以吗？试穿啊，可以试穿。准备啊。宝贝。假发，假发一起啊。宝贝，来帽子。再见，加油，宝贝！期待啊，出来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？对，大家都很期待。哎，你们这几个偷窥狂，变态啊你们！哇、哦，美女！哇！哇！哎有哎，有像到哎，有像到女孩子。我头晕。我的眼镜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厕所。大家好，我美女。我是小杨的妹妹，我叫杨妹。阿玲，今天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带你去厕所。厕所？为什么要去厕所？我会带你爽到上天。讨厌吗？这么快就去厕所？我今天的女朋友。那个，我头发会乱吗？后面。你走不掉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男厕所。好。看一下路人有什么反应。好。这间就是 Supremo 最多的厕所。好。我们现在就进去了。看看好没有人。今天辛苦小杨完成了这个惩罚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，你做得太好了。耶 ！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啊，如果喜欢就不影片的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不要忘记订阅小杨的妹妹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